这边是接进水管，这边是接出水管啊，出水管。然后我在进水管这里把这个水倒到这个管子里面，抬高之后，这个水流到这个泵里面去，然后再按这个键看这个出水管能不能出水。这个是进水管啊，然后你倒水，把这个，因为要是有一头堵住的话，这个水就倒不进去。现在就是往这个管子里倒水，把它倒满。管子里水已经满了啊。倒好水了，这个接在这个进水口这里。好，这头管子里是有水，然后按绿色的键，按绿色，然后这里就会出水，啊，这里就会出水，就证明就是它那个泵是好的。如果这里不出水，就说明泵堵住了。这里不要装灌浆头先啊。